老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大臣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七百五十八面，七百五十八面第一行。 独留此经第四十五，这是四十五品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面有一段说明啊，本品。 这一品经，独留此经啊！这一品经，表当来金灭，佛以慈悲，特留此经，植诸百岁啊！也就是，金教在这个世间呢灭了。什么叫灭了？ 《人往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时期，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末法最后就是灭法，啊，法就灭了。这四个时期怎么分的？ 《人王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，有人教学，有人修行，有人正果，教、行、果这三种都具足，这叫正法。 如果有教，有行，没有正苦的，那就叫相法；只有教，没有行，也没有苦，那就叫末法；如果教都没有了，这叫灭法。人往经常这个意思讲的好啊。 啊，从时间上说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所谓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这是从时间上讲，在这个一千年当中，这三个字通通具足的，有教、有行、有正果的。 这叫正法啊！第二个一千年，人的根性呢不如从前，烦恼习气也重了，有教有修行没正果的，这叫想法啊！第三个时期很长，一万年，有教修行正果，叫真正修行正果没有。 这叫魔法啊！如果教都没有了，也就是奖金的都没有了，这叫灭法。两个合起来看，所谓正法、相法、魔法，不是一定的正法里头。 有没有想法？有。你看呢、啊？啊，有教的，有经修行的，都没正果的，他没正果，不就想法吗？正果就正法了。那么换一就是想法里头有没有正法？有。想法里头也有修行正果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活起来看，活活泼泼，它不是死代板的。 啊，末法时期有没有正法？有，你遇到净土宗，啊，有教的，你能够听见闻法，依教修行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所以关键要问：我们住在哪个法？我们住正法，还是住相法，还是住末法？ 这个重要啊！啊，这《人王经》上讲的这个不是随便说的，佛说的啊，就是正法里头有末法，末法里头有正法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真的叫平等法了啊！这里面很重要，给我们一个启示。 那就是，如果不讲经了，这个地方没有佛法，就灭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有寺庙，有佛像，有经典，没人讲，没人研究，这个地方叫灭法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寺庙，没有佛像，没有经书，可是有人在这里讲。 那叫魔法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如果把我们把它转到中国传统文化啊，古圣先贤有教，尧舜禹汤都有教啊，啊，尧王，这是中国第一个。 政府官员里头有主管教育的，是尧王，啊，设立这个制度，这个官叫司徒，啊，徒是徒弟嘛，这就是教育嘛，司徒就是教育部长，啊，国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，啊，国家正式有教学的机构，有专门负责人，啊，司徒，有教。 有真正学的，有狗为什么他真正学成圣人了，学成贤人了？啊，这个修学的有等级，就像现在学校三个学位，啊，最高的学位圣人，像博士学位；第二个学位啊，硕士闲人；第三个学位君子，叫学士，三个学位。 个圣贤君子，在佛门呢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啊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，那、啊、博士；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，学士。一样的，都是教育的设施啊！啊，什么是正法时代呢？ 我们中国讲大同之治，就是佛讲的正法了啊！有教有学，有圣人出来啊，有圣贤的这种结果嘛？成圣成贤，这就是正果嘛？那是什么时代？大同之治。 三代之后，圣人领导国家，贤人帮助治理国家，但是这个圣贤降了一等，尧舜大功。 无私啊，宣行于能啊，传行不传子啊！啊，所以中国人认为的是大同啊，啊，大禹王传个儿子，儿子真好，啊，所有的人都推荐，希望于传给他儿子，那儿子真是好人。 那传个鱼之后，鱼就一代一代都传传子孙了，变成家天下了，啊！所以夏商周这三代、啊、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小康，啊！虽是圣贤呢，他有这么一点私心，从大同就降格降到小康了。 啊，孔子生在周朝末年，春秋战国的时代。那时候有没有人讲？有讲的，没有学的。啊，也没有真的。啊，这就是这就是末法了，在佛法讲是末法了，在儒家讲乱世。 嗯，小康还算不错。啊。那从汉统一之后，一直到满清，中国的社会一般都维持在小康。啊，国家的领导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。啊，你看看古代。 啊，帝王登基，就讲就职啊，国家领导人就职啊，第一桩大事是什么？培养太子，培养下一代呀、啊，啊，就是国家的接班人呐、啊，啊，太子是国君，啊，陪读的是这一些大臣他们的子弟，优秀的子弟选拔出来陪读。 啊，那将来太子做了皇上了，这些陪读的人都是大臣啊。随着接班人费了多少时间培养出来的呀、啊？啊，他们学什么？三个老师，实际上三个老师，我们晓的是三个负责教导的老师啊，太保。 第一个是太保，太保叫什么呢？今天讲的卫生保健，啊，怎么样把身体养好？什么身体是本钱，没有身体，其他的别谈了。啊，身心健康，这一个学科太保负责任。啊，第二个太傅，太傅管什么呢？管伦理道德教育。 啊，教五常，五伦思维八德，教这个。在太傅，第三个太师，太师教行政，将来你怎么样管理这个国家，教一些琐碎事情。啊，你看三个老师，呃，他学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除了三个老师教，还有三个教练。啊，教练干什么？ 带着太子去做啊，跟他一生活在一起啊，老师教的要落实啊，他们要负责带他们落实啊。这个三个人，他们的级别用今天的话讲，级别上大夫。那我们今天正部级啊，这个教练是正部级的，这个这个。 这个级这个级别了，啊，跟着皇帝这些底下这一个一接班人的时候，生活在一起，老师教的通通要做到，啊，他们带头，所以我们称作做教练，啊，这个接班人，皇帝做十年，做二十年，他过世了，这些人接班，顺理成章，所以一点都不会乱。 啊，接班人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！啊，这种教学的方法，你就看中国历朝历代，啊，改朝换代很多次，这个方方法就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，啊，一直到满清还都是，你看还是有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啊，太史是皇帝的顾问。 啊，这三个人呢，太师、太保、太傅，皇帝的顾问，太子的老师、啊。如果帝王接受老师的教诲，那他们都成了圣人，成了贤人，国家领导人是圣仙。大臣是贤君子。 贤人君子，那国家怎么会不好嘛？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啊，长治久安呢、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教出来的啊！啊非常重视教育啊，啊有教有学，有真正做到，真正做到就是真。 佛法讲正法时期啊，啊，末代皇帝就差了，末代皇帝也学了，学了他不肯做啊，那他不遵守古圣先贤教这个教诲啊，他喜欢吃喝玩乐。 啊，每一天迷恋在财色，啊，权力地位，搞这些东西，最后亡国了，啊，被别人推翻了。老百姓决定不会不愿意造反了，啊，逼得他没有办法了，走投无路了，这才起义，这才造反，把前面政府推翻，后面这个这个新的朝代起来。 又把中国老东西统统捡回来，如法炮制啊！都遵守老祖宗的教诲啊！早年我出，呃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方东梅教授就告诉我，他说。 在全世界，啊，现在人讲宪法就是治国的大法，最完整的、最好的就是中国的周礼。啊，他那个时候想要我看，我从来没看，我对政治没兴趣。啊，他说，如果周家。 世世代代都遵守，完全照做，就是中国现在还是周朝。那周礼是什么人做的呢？周公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父。啊，成王做太子的时候十岁。 周公是他的太傅，啊，这个三太两个是亲戚，啊，太保是他的小叔，啊，太傅啊是他的大叔叔，就周公，太师是姜太公，姜太公做太师，不得了啊！说老师是圣人了，这学生怎么不能成圣？ 啊，所以成王了不起啊！周朝政治最好叫成康之治。啊，唐朝有贞观开元，清朝有康熙乾隆，这是中国历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啊！啊，盛世怎么出来的？老师教出来的。啊，父母能请到好老师啊！ 老师尽心尽力是教出来的，啊，所以离开教育什么都没有了。世间法如是，出间出世间法也如是。啊，佛法里头就在今天，我们有教，有学，有证。啊，我们现前真心切愿，依教奉行。 就是真啊！把大乘佛法的样子从我们身体、从我们的生活做出来，这就是正法了。将来寿命尽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怎么不是正果呢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 真的往生，不生病，欲知实至，晓得什么时候走啊！到时候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啊！我看到佛来接我走了，这是正法了啊！如果我们这个地区讲的人也没有。 学的人也没有，啊，一个往生也没有，这这是灭法，这不是魔法，魔法有讲的，啊，学的人现前得不到受用，所以一粒而根永未到种，阿赖耶里头种下佛的种子，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收获，这叫魔法。 啊，所以佛讲这三种法，正法、相法、魔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这也也是大乘教里头常常说的，我们耳熟，但是不会用，就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心正，你就是正法；你心邪，你就是魔法。 啊，邪到连佛都不想听了，那就是灭法。真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，这是说，当来经灭了，灭了什么？没人讲了，没人学了，经典变成变成古董了。 谁的工作呢？考古学家的工作啊，极少数的人啊，拿去考古啊，这叫灭法啊。说佛以慈悲特留此经，执诸百岁，这就说了，佛法之消灭，这一部经是最后消灭，所有经典都灭了，这个经典还有一百年。 啊，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一百年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能体会啊。为什么那些法都灭了？总有个原因吧？什么原因呢？众生造的这些罪业，那些经、那些法治不了了。 好像众生害的这个病，那些药都不灵了，不灵了，当然就不要他了。哎，这一副药还灵，这个法门还灵，所以这个法门还能够留住一百年。一百年之后，这个经没有了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，还留一百年。 啊，到那个一百年当中，人能听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个、功德都不得了。啊，能念几句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求生，都能往生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的殊胜呢，就可想而知啊。 啊！我在早年，我记得应该是八四年，我住在美国达拉斯。啊，曾经有个同学问我，啊，他是金矿老师，如果这个经典《大藏经》这么读？ 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，这你选择什么？我说我会毫不怀疑选择《偶叶大师的弥陀经》要钱那、啊、这一部经决定能帮助我到极乐世界。 那个时候，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本子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的会集没有看到，啊，以后我在台中，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，啊，他这个没注的本子。 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当时我就想讲这部戏。啊，韩馆长那一年五十岁，他大我五岁，也就我四十五岁的那一年，啊，看到这部戏，欢喜啊！ 啊，所以晚年我决定了，就学这一部经了。从去年清明，我们开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啊，他住这一部经的心情。 我完全能够理解，啊，辛苦，我很佩服，啊，夏老的慧积，念老这个六年驻京这个辛苦，非常非常难得，啊，我们有这个交情，有义务。 把他的东西发扬光大啊！所以我发心，每年讲一遍，预计时间大概是一千两百个小时。啊，一年讲一遍，我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其他的东西不讲了。 年岁大了，国内外所有一切活动不参加了。<coughs> 有人请我讲经，我愿意去，但是就一个条件：他要有网络，像我们这里一样，讲经的时候同步播出去，全世界都可以收听，我就会去讲。他没有这个设备。 我不去，啊，有这个设备我都可以去，啊，统统是讲这部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以此功德回向，决定求生净土。 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啊，不贪生，不怕死，啊，生活的非常快乐、啊 <coughs>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续分钟，大教元气品。世尊放大光明。 光瑞殊妙啊！从昔以来，所未曾有啊！这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。啊，佛在没有设这个法门之前呢，放光显瑞，无比的殊胜啊！阿难尊者没从来没见过，所以阿难奇问。 放光映月啊！世尊赞叹阿难说：“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凝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。”啊！阿难一问，这佛就回答他了，给他说明啊。 这个放光的意义，就说出这一步，大臣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该因阿难其问，世尊的流出此数生西有之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见。 啊，这是先前的汇集本呐、啊。世尊多次宣讲，把多次宣讲的时候，通通汇成一本，便利后人学习方便呐、啊。可见可见此经，正因世尊。 以无尽大悲，敬爱三界，啊，这是无尽的慈悲心，怜悯三界众生，啊，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指的六道轮回。 在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日子过得最辛苦的是六道众生啊！迷惑造业受报，受报又迷惑，这就是轮回的理呀。 啊，惑业苦，迷惑造业，受果报，受果报的时候又迷惑，永远啊，可以说是一时不如一时。啊，他他往下坠落，他不往上提升呐、啊。只有遇到圣贤教诲，他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物质文明不行啊。 物质文明的教诲依旧是往下堕落，你看呢、啊？今天我们看到了摆在面前，物质日生活方面提升了，伦理道德下坠了。啊，六道的生成呢，不是物质文明，是伦理道德。啊，那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大家都知道啊。 那底下一试就可怜了啊！这是现在许许多的人呢疏忽了这桩事,、啊、事情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表演给我们看了。 啊，你看看他出身是帝王家了，不是平民啊！他父亲是国王啊，兄弟当中他是老大了，大太子啊！啊，他是继承王位的啊！他能在十九岁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。 他去求学去了，啊，求学过的是什么生活呢？苦行僧的生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深了，告诉我们。 人生最高的享受是精神文明，不是物质文明。我准备写掉了，他去过精神生活。啊，虽然日中一时，啊，三一一波，他快乐无比呀！居无定所。 游学四方啊，啊，天天去学习，没有一定的老师，看到什么就学什么，听到什么学什么，啊，所以光学多闻，啊，学了十二年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都学完了。 啊，学是学完了，但是疑问没解决。啊，印度人实在是真值得人佩敬佩的，他们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哲学，都修禅定。 啊，禅定是他们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啊，定中可以突破空间为四。换一句话是，对于六道轮回以内的状况，他一清二楚啊。他在定中可以完全看见，啊，能看见过去，看见未来。 啊！但是没出六道范围啊！啊，一个好学多闻的年轻人肯定要问：六道从哪来的？我看到六道了，六道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 啊，这都是科学哲学一直在探讨的课题。啊，那么这些问题宗教里没法子解答，那些大哲学家也解答不了啊。 师尊跑到恒河边上，毕波罗树下入定，用这个方法入更深层的禅定。他们是四禅八定的，再深入啊，终于明心见性，这见性成佛，他的问题全部都答案全。 心情啊，六道怎么回事情明白了？六道以外的世界太大太大了，跟我们讲花藏世界啊，跟我们讲宇宙的起源，世界怎么来？的？不是大爆炸了，现在科学家认为大爆炸不是。 啊，近代的这个量子学家也不同意大爆炸的说法了，这讲不通啊！把真相说出来了啊，这是大乘经典里面啊，佛说出宇宙的缘起、万法的缘起、生命的缘起。嗯，近代量子学家。 啊！但是他们所说的，他们的这个科学报告，没有佛法讲的这么详细，讲的这么透彻，讲的这么肯定，啊，还差一节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二三十年，佛经这个佛法了，不会衰，会有特别兴旺。 是什么呢？科学家肯定他是高等科学，哲学家肯定他是高等哲学，他脱离宗教了，啊，他变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跟哲学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佛呢？不是宗教家了，是科学家，是哲学家。 啊，这是我们看到近代这些量子学家研究的报告啊，啊，物质是什么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对于物质是什么东西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那我们要归功给普朗克，德国的科学家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。 啊，他的研究结论：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那、啊、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产生的一个现象，是非常不稳定的现象，是意念产生的。啊，所以物质，所有物质现象是不稳定的。 它是一种波动现象，就是频率在波动啊。如果这个频率不动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这他发现的，跟三千年前《大成经》上讲的一模一样，难得真不容易啊！啊，而且。 告诉我们，物质跟精神是一体，决定分不开。啊，再小的小光子，啊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原子大家有个概念，原子通常是一个原子核，有电子围绕着它转，像太阳系一样。啊，电子很小。 啊，像氢，氢气只有一个电子。啊，这一个电子，再把它分，啊，科学家告诉我这个中微子多大呢？一百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电子。 换一句话说，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，小到什么程度无法想象。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物质跟精神是一起的啊！它有物质现象，它有受想行识啊！所以佛家讲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。 受相行是心理心理，啊，所以说心跟物是统一的，决定不能分的。你说唯物错了，说唯心也错了，心跟物分不开。啊，心经读的人很多，啊，心经头一句就是观世音菩萨。 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那就是这个小微子了不可得。为什么它存在的时间太短？啊，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只是说它很短，没有说出来数字。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。啊，短到什么程度呢？ 一秒钟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秒为单位，它存在的时间，啊，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里面，它这个生命多少次？有一千六百兆次，你没办法捉捕它。 啊，普朗克说的时候，只是讲它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没有说出数字。啊，佛经上把数字说出来了。啊，科学的发现呢、啊？啊，现在科学确实发现，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，意念能量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 可以改变太空当中在运行的星球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所以，如果这个道理大家能接受，大家能明了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都可以化解。这意念可以把它化解掉，啊，可以让火山不爆发。 可以让地壳上不不不产生地震，啊，可以叫这个世间风调雨顺、无故风登，啊，走意念这条路能走得通，啊，所以现在不少科学家已经调转方向了，啊，过去三百年都是从物质现象，现在要。 调转向走心理现象，啊，宇宙间现象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。啊，可是本体是自信，自信没有这三种现象，所以自信找不到。啊。 普朗克只说到意念，意念从哪里来？无中生有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因为自信，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也无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生，三种现象都能生，它本身什么都不是。 他能生这三种现象啊？怎么生的？就是波动，动就生了啊！所以起心动念，它就生了；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没有了啊！佛给我们讲，人。 要想证得就近的佛果，也很简单。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真的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你就没法子真的。啊，所以佛法确实啊，知难行易呀。啊。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整个阿罗汉、菩萨过不不不难呐、啊，哎，放下就是了。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放下对一切法的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成佛了。 啊，那个成就高出世间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为什么他们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？啊，学佛的人能够。阿难这一问，佛就说出这一部经。 介绍娑婆世界的西方，过十万亿佛国度。一个佛国度是十万亿个银河系。啊，这样十万亿个佛国度的那一边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 师尊为我们介绍，啊，说出这部经啊，那这部经能不但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，还能够度土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。 从食报土到三途恶道，一切众生只要遇到能信啊，能理解，能真干，没有一个不完成。通通的毒啊！阿南这一问的功德可大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经确实，是世尊无尽的慈悲啊，怜悯三界，与真群蒙，真是拯救啊！啊，蒙是众生呐、啊，群蒙就是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啊，蒙是没有智慧、迷惑颠倒的啊，这些众生。 会以真实之力，啊，会是给予，啊，给大家了真实的利益。故说此广大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地业西游之南风法宝。那么这部经是什么呢？ 你要是给人介绍，啊，你们学的这个经，这经历讲究什么？你用用这一句话，答复就最好了。啊，这部经是广大、圆满、简单、容易、直接、方便、地夜西游南方的法宝，让我们在在这一生当中啊。 成佛了啊！成佛他不懂，他也没兴趣。哎，你跟他讲，他现在要钱。这一部经给你无量无边的财宝啊，地球都装不下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。 啊！你看，你到极乐世界，现在大家谈黄金，听说黄金价格很贵。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，啊，像我们现在柏柏油路一样铺马路的，啊，谁要这个东西？啊，七宝，大家觉得没有是金刚钻，啊，这不得了的东西了。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。 啊，极乐世界的身相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金刚不坏身，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不会死。你到哪里去找去啊？啊，跟你说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 啊，这个身像有人看见过，啊，有人告诉我，啊，我自己也看见过一次，啊，这个身像太伟大了。 我们站在的底下太渺小了，像蚂蚁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，天上啊，什么样好的环境，我们不爱极乐世界的老家，超过这个太多太多了，不能比。 啊，你也有份的、啊。啊，你要真正想回去，你就好好的学这部经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是老家啊。啊，确实，稀有难逢。啊，圆满是没有欠缺。啊，简单容易。 不难呐、啊，其他的法门很难呐、啊，啊，这叫一心道啊，直接方便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学，没有一个人是学不成功，没有的，啊，真正是第一稀有难逢，这个法宝啊，就这不经啊，啊。 直至当来尽道灭尽啊，就是一直到将来，这个将来是九千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到了啊，他老人家法运是一万两千年。讲法运大家不懂，换个名词大家懂了。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。 它影响的时间之长是一万两千年，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，后头还有九千年，啊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啊，那个这个后面九千年呢，就靠这一部经，遇到这一部经，决定得多，决定成就。 啊，是佛以慈悯，啊慈悲怜悯苦难众生、啊、独留此经。啊，所有一些经都没有人学习了，没有人再去去去去研究讲解了，这部经有。啊，蜘蛛百岁，它还能在世间流通一百年。 遇事尽得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啊，遇到这个经典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想得人生可以，你想升天也可以，啊，都能满你的愿的。你想到极乐世界也可以。 啊，随你自己意思，啊，都能帮助你成就。深信佛慈无尽呐，佛的慈悲没止尽呐，佛恩无解。啊！啊，佛表此经所宣之法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殊胜妙法。 设是普济众生之阿切陀要啊！啊，这个世界越往后面去，灾难越多。为什么？ 古人或者能体会到，因为从过去历史上来看，煤矿雨下了，走下坡、啊，一代不如一代呀、啊。在中国上古，国君以道治天下。 啊，道是无为而治，这是最高的啊。啊道失掉了，再有德。啊，德是什么呢？德教啊，那就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都属于德教。 啊，以德治天下了。啊，德失掉之后了，有人。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谁做的？在中国历史上，三王。 啊，上古时候，三皇是以道治天下，五帝以德、嗯、治天下。啊，尧舜是属于五德，五帝也、嗯。啊，到夏商周叫三王，啊，禹王、汤王、周文王。 以人治天下，啊，仁义也。到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这世间乱了。可是，虽然乱，那些人还讲义气。你要打仗，你的军队没打好的时候不打，要等你排好了才打。啊，讲义气，啊，所以五霸讲。 以义治天下了，秦统一中国，十五年就灭亡了。汉取而代之，以礼治天下。看，道德仁义礼的滑坡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清朝灭亡之后，中国这块土地上礼不讲了，没礼了。 没有理就是乱世，就现在是乱世啊！古人讲的话没错啊，礼失去之后，天下大乱了。那古人你看这个推演，那往后还有九千年，这样下去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这九千年之后啊。 佛的法运完的时候，世间人是最可怜的时候。啊，谁来救他们呢？地藏王菩萨来救他们。啊，要晓得，地藏王出来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。 啊，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幸运，我们生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，啊，第二个一千年才过三十八年，啊，今年是第三十八年，啊，我们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啊。 这个机会错过了，是你一生真错了啊！啊，别的错不算什么，这个机会要失掉了，你真错了。啊，这个机会帮助你这一生成佛，帮助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。 我们不是演戏的，不是演员，我们是看戏的，啊，我们在旁边看呢，他们在演呢，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这地方不能住啊。 赶紧回头，就回老家。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，为什么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你看，唯心净土，自信于陀。啊，这就是老家了。我们认识啊。 阿弥陀佛，承认了。啊，从这部经里头，我们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他们的慈悲、他们的恩德。啊，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就是八个字。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不难呐。啊，菩提是印度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实际上说，就是三皈依。 佛门弟子都受了三皈依，虽然受了都不懂。啊，三皈依就是菩提，啊，皈依佛，佛是觉悟。什么叫觉悟？不迷就觉悟了，迷就不觉了。啊，所以皈依佛。 归依什么佛？这次讲清楚、讲明白、啊，归依自信佛，自信是佛啊真佛除了自信，那是假佛啊，就是自信觉、自信本觉。 我们中国老祖宗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老祖,祖宗告诉我们：本性本善，那就是自性觉。我们归依本性本善，就是归佛啊！要依靠这个，不能依靠迷惑。这，这是智慧。 归法法是正，正知真见。啊，反面是邪知邪见。啊，这个意思是，我们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真见，这自信正呐、啊。啊，正是什么呢？生代表的是清净。 自信本来清净。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啊，所以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心。我们现在染污了，从染污回头，回归到自信清净，就自信净，净而不染。 正而不邪，觉而不迷，这叫做三归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啊，皈依佛不是泥塑木雕的佛啊，那叫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他自己保不住，他怎么保保佑你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自信觉是正府自信正是法。 啊，佛所讲的一切件，自信真，自信清净是三宝，啊，叫皈依自信三宝啊，这是真的，没叫你叫外头啊，啊，那外面这个三宝呢？外面三宝的是样子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没有这个样子，你常常忘掉。 一常常迷，常常邪，常常染。那这个样子摆在家里，看见，看见这个佛的像，就想到自信就，看到书本，想到自信正；看到出家人那个样子，就想到自信清净。用它来提醒你，啊，让你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，不要迷惑了，啊，不要走上歪路了。 啊，不要又被染污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，自这个这个住持三宝啊，他本身居住了功德就很大了。你要是不懂的话，你就不知道；你要懂得的话，功德很大。啊，那我们通常。 佛门弟子家里供的佛像、菩萨像，佛是代表佛宝，菩萨是僧宝，啊，经书是法宝，就你三宝居住啊！啊，你要懂得意思，不懂意思的话，这就迷信了。啊，这些不能不知道。 啊，所以佛教，佛教里头确实没有迷信。啊，我们在讲经之前，先拜佛，拜老师，感恩呐、啊。啊，不是佛出现在世间，哪来的经典？饮水思源，展开经卷。 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啊！这是报恩，叫返本报时，是什么开始的这个老师啊？那现在一代一代传，传到我们这一代了。我跟谁学的？所以我的老师也放在旁边啊。这一边所放的净土宗十三代祖师。 啊，世世代代相传了。那这法没有就没有失掉啊！啊，世出世间法的根，我们必须认识，就是孝亲尊师。那现在这个社会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那就得受罪了，要吃苦头了。 要承担灾难了啊！能够把孝亲尊师提出来了，这灾难就能化解啊！所以救是要从根救起啊！不从根救，没有办法。 决定找不到第二种方法，能够解决今天社会问题，啊，能够化解今天灾难的问题，那不可能，啊，一定要从根，啊，根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啊，中国人讲孝亲尊师。 是出世间的大根大本，那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啊，皈依三宝就是真正发菩提心，然后一相转念，一个方向，这是我们人生只有这个方向。 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决定要去，我什么都不想。啊，念念呢想着阿弥陀佛，念念想着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这个经本就是介绍极乐世界。 经本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又游览一次。啊，每一天不要丢掉，让极乐世界慢慢我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啊，一定会有一天，极乐世界真的被你看到了。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念头升起的吧一切法从心想生么常常想极乐世界，常常想阿弥陀佛，他怎么会不现身呢？啊，境界现前，你再想想经上所说的，跟经上一模一样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跟经上讲的样子不一样。 那是假的，那是魔仙的境界，啊，那不是真的，所以自己要有能力辨别。啊，这个殊胜妙法，实是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，而且他有托有。 阿切陀是印度话，我们中国把它翻作叫万灵药，什么病都治啊！无论什么病，你只拿到这个药，通通都能治啊！这个用这个药来比喻，一向专念啊。 这个发菩提心、一项专念，能治我们自己贪嗔痴慢疑、杀盗淫妄的这些药，能治，都能治得好。啊，无量劫来，不管造作多少罪业，你看经上讲的，经常讲不是讲话，念一声佛号，消。 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为什么他是阿切陀要？那我们天天念，好像罪大没消掉，什么原因？我们念的太少，我做的太多，天天在造业，其心动念无不是也。啊！而且念的时候，念的心不专。 啊，心的力量、愿的力量都很薄弱，对世界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水，贪念太重了。啊，跟我们念佛求往生的这个念头比也差远了，所以功夫不得力了。如果说是我们一心专念，哦，那个功德力量就非常非常之大。 我们不专了，不依了，啊，不是佛经上讲错了，佛经上讲的没错，我们菩提心没发出来，我们不专，我们不一，啊，所以念佛功夫效果不长啊。 啊！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，就真想到极乐世界，真想见阿弥陀佛啊！专一，决定没有一个杂念啊！我们把心里面的杂念妄想全部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 啊，心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我的心。这样念佛一生呢，决定消八十一劫生死张罪。金梅说错啊，我们不是真正懂得。 啊，真正懂得，你就真正做到了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不懂，怎么办？多听信。多读经。啊，真懂了，真明白了，就是你真做到了。还没有做到，自己要告诉自己，我还是不懂。你有救啊！ 不懂，你以为自己懂了，那你就没救了。啊，如果是真的，啊，诚诚恳恳的知道我没有真的懂，我还能忏悔，我还能改过，我还能继续精进。啊，自以为懂得了，他就没有精进心了。啊，这一生呢，就空过。 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那是古人，古人的心清净，古人的心恭敬啊。所以一千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现在加十倍，一万遍恐怕都做不到。那怎么办呢？十万遍啊！真有十万遍，我相信。 他会得念佛三昧，啊，得到念佛三昧就决定得生净土，变数要多，杂念妄想要放下了，啊，不放下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大障碍。 啊，魔障头一个就是这个，这、就是烦恼魔嘛。你有这么多烦心的事情，那不叫魔障吗？啊，远离一切魔障。啊，发灭之际，众生业障弥中 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。前面讲的很清楚了，这个地区没有人讲经，法就灭了。《人王经》上讲的很好啊，什么叫灭法？没有人讲经，这个地方法就灭了。有人讲经，没有人修行。 没有正果的，就是没有往生的，这叫末法了。啊，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没人正果的，这想法。如果这个地区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又有人正果，啊，正果是什么呢？ 正往生了，这个地方有正法啊！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你才真正了解中国古人所谓的“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这教学多重要！教学没有了，法就灭掉了。 啊，所以重视教学啊！啊现在没人讲经了啊！一般人都在讲科学，科学也有可以借用的地方啊！啊，这种借用科学。 是最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，啊，那个时候六十年前的电视没有彩色的，黑白的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厉害呀！如果这个里面的内容要播负面的，它可以把世界毁灭掉。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用来做伦理道德的教学，中国可以复兴。啊，他指着电视告诉我，我们那个时候听明白了，不敢想这个得花钱太多，是费用是论秒算的，不敢想象。 啊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啊，这个台湾陈彩琼居士，啊，他把他搞成功了，啊，陈居士，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，老同学知道，啊，一生做生意没赚过钱，都是蚀本的，啊，好在他家里产业多。 钱赔光了，回家卖房子，大概也卖的差不多了，啊，年年亏空，啊，毛病是，没有做就宣传，啊，到后没有一样事情做成功，哎，他搞这个电视，从这个地方是个转捩点，没有告诉我们，自己闷着头在搞。 到正式开播前一个星期，告诉我，我也没在意。啊，我看到过去那个样子，肯定搞不成功吧？他来给我给我讲，哦，这个零三年元旦啊，正式开播。我说好吧，我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哦，我看你看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。 哎，活到今年九年了，不错，影响很大了。要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个世界上听不到佛法、啊。全世界都听到，现在六颗卫星，啊，亚洲地区两颗，啊，所以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，你装一个小锅接收器。 就能接受到啊！这就是有人讲经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要培扶、培植讲经的接班人啊，要训练讲经哪里学呢？只要有电视、有网络，你就都可以学。 你就在家里学，怎么个学法呢？多听啊，听上十遍，肯定你就会讲了。啊，学《金经》最好用光碟啊，光碟自己可以控制啊，像刘素英就是一样，一天听一个小时。 就学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呢听十遍，所以一天是听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是同样的，就是一个小时重复十遍。他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这个符合古人所讲的一门深入，长时寻修，啊，都能学得会呀、啊。他现在讲的非常好啊。 法院很深呐、啊，好多地方请他讲经啊，所以人人都可以修，要有耐心。他十年，十年你看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一点都不杂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一天一个小时听十遍。 啊，他听我早年所讲的，在台湾讲的，好像是六十个小时讲完的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他就专学这一部。啊，两个月就一部就听完了，听完了才从头再听，都用这个方法，一天十个小时，十年不间断了。 啊，他当年佛山妹了，他真成就了啊！这个好样子在啊！啊，我这么多年来把这个方法常常讲，常常劝大家，可是没有人真干啊！我听说有人，还有几个人像刘孙一就是一样。 真干都有成就啊！所以我现在也要真干，晚年来做个带头。我现在什么经都不讲了，就讲无量寿经，一年讲一遍，啊，讲黄念老祖老居士的注解。 啊，也是报老居士知遇之恩了。啊，如果我还能活十年，就讲十遍。啊，做一个一门深入、常识熏修的一个榜样。 啊，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还有什么问题了？绝对没问题了。啊，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就去得了啊！啊，真正得大自在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的是发灭之机，利用科学帮助，让佛法依旧能够流传在世间。 啊，希望大家通通来学《无量寿经》课注。啊，这一部快讲完了，讲完之后讲扩注。啊，早年我把这一部经做了一部课版，做的很详细。啊，所以下一次我印这个书就印扩注了。啊，注解还是用黄念祖居士的注。 啊，我编的课啊，有志一同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学，不管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在网络上每一天都可以收到。我们一天讲四个小时，啊，三百天讲一千两百个小时。 也不经讲圆满，啊，一年讲三百天，啊，就说发灭之际，众生业障弥生，任可两来是法，而度生死。 啊，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极心四法究经方便不可思议啊！这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修行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啊，决定成就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无尽为诸众生，设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啊，复生。 疑惑，这是特别留这不紧，到发灭之后啊，还继续在这个世间留一百年。我们看念老的主题另见。 无量受福，及其国土一切所有，这一句话是指礼佛现光品，前面读过啊，极乐一镇一切所有，一佛威烈，如对目前。 会众大众啊，人人皆见呐、啊啊！啊，阿南见到了，弥勒菩萨也见到了，与会大众个个都见到了。 这个事情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，当年出足远公大师他在世的时候，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他是在念佛止境时候见到的，属于定中境界啊！他不是做梦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！这是祖师的功夫啊！ 见如不见，不扰乱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被境界所转。不是说人家一见到很欢喜，对这个说对那个说，那心浮气躁啊！啊，佛为什么不先给你看？就是怕你照耀生事。你没有这个功夫，他不显给你看。 啊，你像这个圆工大师，他有定力，见了一次如如不动，哎，再见一次，见三次都如不动。啊，最后在临终的时候，这个现象又先现了，第四次，阿弥陀佛来接他。莲社里面已经往生的这些同参道友。 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一起来接引他。他才告诉大家，啊，告诉身边这些人，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，现在又来了，我决定往生了，我跟大家告别走了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那像远公这种境界，在供中国历代祖师大德当中有不止一个，有很多人都见到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做证明。 啊，证明这个事情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以此圣愿，殊胜的因缘，吉林会众，升起实心，啊，让大家升起真实的信心。啊，佛因弥陀威德加持，会众善根。 习气增长，啊！你见到了，你听到了，啊！你接触到了，你的信心增长，啊！不再怀疑了，你的愿力坚定了，不会退转了，啊！我这一生这个法门，决定要修到底。 决定要见佛往生，那么呢，每一个人都能。大师至菩萨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，像员工大师。 四次临终的时候来说，都叫现前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讲到的啊,啊，当来是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是天天跟佛在一起呀、啊，没离开呀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 经上给我们讲的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极乐世界是学校，这个世界没有边际的，太大太大了。中国古人所谓是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，这两句话形容极乐世界，完全相符合。 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来看的是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上学去的，求学去的。这个学校两门课程：一门智慧，一门福报。嗯，求慧求福，你到那去修。 啊，福慧圆满就成佛了。你看，我们皈依佛、皈常念皈依佛二祖尊，二是什么？智慧跟福报，足是圆满，满足了。这两样东西满足了，就成佛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毕业了就成佛了，啊，就是二祖尊了。 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好啊！不要吃饭，不要睡觉。啊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人睡觉的，有人吃饭的，没有。啊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通通没有。 极乐世界没有夜晚，啊！极乐世界自己放光明，每一个人身放光明，一切万物都放光明，光明世界，美好到极处啊！啊！极乐世界没有寒日。 啊，不像我们这边天气，夏天太热，啊，冬天太冷，没有。极乐世界四季长春，永远长春，啊，这里都有道理的，我们前面都讲过啊。啊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阿弥陀佛；，另外是学生。 啊，设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学生，罗汉也是学生，啊，天人也是学生，三途卧道去往生，通通是学生。啊，学生班级不一样，菩萨是高级的，啊，高班的，那是社保专业图的。 啊，终极的是阿罗汉这一类的，啊，方便有余土的，我们去往生是小半，凡圣同居土，通通是学生，没有看到佛没有讲过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，没听说，没有说国王，也没有说大臣。 也没有说四农工商，没有，纯粹是学校，到那去上学，毕业就成佛，啊，成佛就到十方世界，教化有缘众生呐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，啊，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神得度？ 就现什么神，什么神都能行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而已。啊，这个世界我们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在这个世界活动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，你没有障碍呀、啊。啊，而且到任何一个佛国度。 佛都欢迎你，都尊重你。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？啊，一切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，我们就沾老师的光啊！阿弥陀佛的学生，特别优待啊，啊，特别对你尊敬啊，啊，你都要真正是弥陀弟子，搞假的不行。 啊，那我们能骗人呢？骗不了佛菩萨，骗不了鬼神，啊，一定要自己真干。啊，佛言，弥陀未德加持，啊，慧众善根，悉皆增长，故云所到为者，皆可求之。啊，真正是佛事门中。 有求必应呐、啊！会说也，所当为者，当为往生愿行者，皆可求之；能顺佛经，可得之也。随顺佛经，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。啊，我们希望往生，希望成就我们的大愿大行。 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愿就圆满了。那、啊、这一段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。啊，末段佛吹偈语，现皆亲自见闻。 故不可于佛灭度之后，于极乐世界一正净土法门复生疑惑。对，最后一句话，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啊，复生疑惑啊！现在大家在大会当中见到了，你不怀疑了啊？佛灭度之后。 有没有怀疑的？有少数人啊，啊，绝大多数的人不怀疑，为什么善根深厚？啊，特别是生在中国这个地区，为什么祖宗教的好啊？中国古代传统的教学。 没有叫人怀疑的，啊，跟外国不一样。外国从幼儿园就教怀疑。我在美国住的很久，美国幼是幼儿园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韩馆长的孙子。 那五六岁之上幼稚园，就叫怀疑啊啊。那就要提醒他了：这社会上坏人多、啊，可别相信人啊！人家会把你拐你骗你啊！你从小就教，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教，一定要相信仁义礼智信，信是事出事发的根。 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从小就教你信，教你不忘语，啊，不可以欺骗别人，要相信，啊，相信人心本善，啊，学佛相信佛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 学佛的人，第一个要相信是：我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。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绝对不能成佛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念书人都相信圣人、贤人、君子啊，这读书人的目标啊，等于是三个学位。 一定可以得到啊！精进不懈，你可以真得圣人呐、啊。圣人也得不得不到的时候，肯定可以得到贤人。啊,啊，所以人要立志。 人要向上，去求啊，总是要把最高的学位拿到。啊，佛教人都是希望人成佛，不是说一成菩萨就不错了，啊，这不是佛陀的本怀。 佛陀的本怀，确确实实是,是希望你真的佛果啊！这才叫得度圆满呐、啊！啊，没有成佛，总是不圆满。我们懂得佛的意思。 知道佛的心理，啊，我们这生决定把目标摆在成佛上，得到极乐世界的祝愿，得到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啊，所以尽宗法门是真正圆满就近。 简单容易啊，人人可以修学，个个可以成就。遇到了要珍惜这个缘分，不要错过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